我们才买的人还没回来，要下雨了。来玩回去鸟语，鸟语对，捧捧滩，但是原本就是经过这样，因为没有那个没有活动，但那天我们在岸边那边，他们之后有个新的活动是种珊瑚，很棒哦，就是它种珊瑚还蛮适合。对，那时候有请那个专家跟那个教授来，然后他们就说很适合种，然后那时候就他们上个月就有先来抛砖。 它的下面那个是用老古酒，老古酒你们知道什么吗？老古石，对，它也是死掉的珊瑚，啊，可以在上面签名这样。哇，很棒哎。对啊，但你们现在在读书吗？我还在读啊。在哪边？台北。在政大。政大。你们都是高材生哎。那你们今天要喝多一点酒。好。因为你们压力太大。